大家好，我觉得今天我们所要跟各位互相研究的观念，就是说我们今天对这个练习跟我们生活有什么关系，这个是直接跟我们生命上 有所关系。因为我们每天这个生活当中所看到所学习到的都是由外然后到进入里面的思维，变成我们的知识领域。那这个有一点跟我们古代有点不一样。我们在阐述的内容就是说，因为我们内家就是内在的观点，怎么样去学习自己，怎么样去学习自己对身体的照顾跟思想的改变，对我们是一种正面的能量，跟怎么样去保护我们自己的所谓的就是我们的免疫功能。所以这个练习呢，在我们内在的免疫功能上，我们来协助我们今天的生活方面的有一些免疫功能的加强，跟帮助我们本身怎么样对待我们自己内在的加强我们的内在信心。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介绍给各位大家来共同研究跟学习的这个重点。那这个重点就是让我们今天能够人人能够健康走得出来，越有信心，对我们家庭跟我们的前途都有一点光芒灿烂的一个好的温馨的一个虔诚的生活，跟享受我们跟家人在一起人生跟家庭的快乐。好，那我们现在示范一下这个动作。而动作在示范时，不是说我们两个人在对话。我现在要阐述的就是说，怎么样发挥我们内在的观点出来。我们内在不是用外在力气来搏斗，这就是说所谓外在拿过来这样子，然后这样子，这都是外在。那我现在要阐述的，什么样叫做内家？来，这样子，不是我在。你看我在打你，同时啊，这个就是内家，这样子过来，然后你跑过来打我，说这样子控制，你再算过来，人这样拉，这样转，这样转。当你打过来的时候，意在先，再来的时候就禅师，禅师进，这个叫禅师，身体这样来，这个禅师，禅师再来转身旋进。再来转身，旋进，再来，你看这样进去了，这样才是这样子进去，这样下去。好，所以内在的应用不是靠外在，这个就去的时候，所谓的爆炸不是在这边爆炸，它动的时候就这样进去，这样进去，来吸。所以这个叫做内家。那我想稍微简介一下给各位了解一下。好，我们今天就稍微介绍一下内在的一些用语，无声无息的内在，让各位有一个了解什么叫内，什么叫外。行义里面不是一样换场，不是吗？来了吗？
谢谢你来观看我的 Facebook 跟 YouTube。